大家好，我是济南大学音乐学院的二胡教师董志远。今天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件中国民族乐器——二胡。二胡的主要结构基本是这样的，你看，琴头、琴杆、琴轴、琴弦。琴弦分为内弦和外弦。千斤，这是千斤。琴筒、琴皮，这是琴码，这是琴码，这是琴码，这是琴托，这是琴弓。琴弓呢分弓杆和马尾，这几个基本的部分组成的。啊，二胡的定弦分为内弦，内弦定 D， 外弦定 A， 二者为纯五度，有利于呢乐器呢最佳性能和发挥。二胡用手调记谱来演奏的，现在我为大家演奏几首调式曲目不同的曲子，请大家欣赏。第一首是这样的，请大家欣赏，你看。我想大家一听就明白，这是英国的儿歌《小星星》，啊，我用二胡的 D 段演奏的。好，下面第二首曲子哈，大家伙听一下，看能不能想起来啊，哎。对，这是那个鸽子，古巴的民歌鸽子。好，第三首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中国作品啊，叫赛马。赛马呢是由著名作曲家黄海怀先生1964年创作的，作曲表现了我国内蒙古人民传统节日那达慕上的一个盛会上的一个赛马场景啊，请大家欣赏。哎，是这样的。这就是赛马。好，这个我下面给大家讲一讲二胡的这个坐姿。这个坐姿上身呢要自然端壮，两脚自然平放于琴凳前，也可以一前一后稍稍错开，这样呢演奏的姿势较为自如，乐队演奏时特别是有利于整齐划一。好，二胡的演奏姿势整体的原则就是什么？自然端庄，落落大方啊。这个琴筒放的位置是左腿根部贴近小腹啊，轴与身体呈45度角啊，这个左手在千斤的下方自然弯曲成半握拳状，虎口接触琴杆，这样的。这是左手。
二胡的赤弓右手应该是这食指的第三关节自然弯曲，食指和拇指拉住弓杆，二指三指放在马尾处便于拉内弦，这就是痴情基本动作，你知道吧？好，我现在再给大家讲一讲二胡的渊源。二胡又称为南胡和胡琴，啊，是中国最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音色优美，表现力丰富，既可独奏、重奏，也可伴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天华先生是我国的著名的一个改革大家啊，是改革了二胡的演奏法和记谱法。他创作了《冰中吟》《月夜》《苦闷之屋》《悲歌》《良宵》《闲居吟》《空山鸟语》《光明行》《独弦操》和《祝永耀红》十大作品，被后人称为二胡的十大名曲。啊，刘天华先生的改革以及他的创作实践，开创了二胡艺术的发展的新纪元。后人公认为他为我国二胡学派的奠基人。啊，刘天华先生创作这个《良宵》，又名《除夜小唱》，是刘天华1928年除夕之夜，就是中国的新春。春节啊，创作的二胡独奏曲，乐曲与优美的旋律、轻松的情绪，抒发了作者和友人欢叙守岁、共度良宵的愉快心情。现在呢，我给大家演奏《良宵》，请大家欣赏。我再介绍一位民间的艺术家，华彦君。华彦君是一位二胡音乐创作和演奏具有非凡才能的民间艺人。他创作的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听松》等作品，直到今天仍是许多专业二胡演奏家保留的曲目。乐曲
旋律委婉流畅，跌宕起伏，如泣如诉，如悲似怒，表现了经历坎坷的流浪艺人倔强不屈的性格，成为了中国经典的乐曲。现在我为大家演奏一段二泉映月。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花园经》的原声。当时他用的是二胡的丝弦，所以音色有所不同。下面请大家欣赏《花园经》的原声。好，谢谢。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两首山东风格的二胡曲。迎亲是我国著名的演奏家张永钦、作曲家任宝征创作的优秀的二胡独奏作品。它具有浓郁的山东地方特色，大量的运用了滑音、滑柔等技法。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是滑音啊。哎呀，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滑柔。滑柔，啊，请大家这个欣赏
二胡迎亲，乐曲描写了热烈欢快锣鼓喧天的场面。开场二胡独奏在欢快音符和淳朴细腻的旋律中出现，描写了花轿忽上忽下翩翩起舞，把新娘坐在花轿中的欢喜担忧惊吓羞涩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下面就请大家欣赏迎亲。Thank you.
谢谢大家欣赏的迎亲。第二首作品《绿色的思念》是曲翔先生创作的二胡作品，作品一经上演立刻受到了好评，在1998年获得了文华奖。引子在轻柔的弦乐音响衬托下，铝板琴和钢片琴若隐若现，若曲表现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下面请大家欣赏《绿色的思念》。
如今二胡界一代代新人迅速成长，他们的演奏技巧已经远远超越了其前辈。从刘天华先生创立的专业二胡学派至今尚不足百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国的二胡艺术已经有了极大的飞跃，相信二胡艺术未来的发展之路将更加宽广，更加远大。谢谢大家。